大爱金健康，这回来运动，我是伯仁。有的人会感觉运动真无聊，无人陪，但是运动其实也能真趣味哦。今天咱就来教一个手脚并用，加清楚跳舞的轻量型运动，希望你也能招边仔的人做回来运动，让咱愈动愈健康哦。好，今麦来先坐好。然后呢，头前这运动吼，还来想象柔软，吼，清楚跳舞，吼，安尼柔软。然后呢，用咱的手去带动，吼，咱的身体，吼，去做一个滑动。哦，先去练习，好用手来温温啊，好、哦、来传咱的身躯，好、哦、去做一个左边的转，右边的转，好哇！今麦开始有感觉到，有这个跳舞的律动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动作你也学起来，你不只是吼会当亲像跳舞行朋友安尼做会去做，而且一做开伊的姿势啊，也是足稳定的足好看的哦。然后这个动作呢，也能去练着，好咱的手，有咱的手，先把咧出来，肩甲头嘛是，好清楚咧抓这个空气，然后个打倒起来，好，手的部分有记忆啊，即卖咧，咱就甲椅啊放两边啊，即卖咧，好，甲咱的脚会当较开的，然后咧做一个叉腰，有咱的身躯，好，做一个低头，扭出来，然后个。低头往另外一边扭出来，去练习吼，咱的身体的转胯。转胯的意思呢，吼、哦，就是我也可以善用啊，咱的脚吼、哦、做一点转，可以当好咱的髋嘛做一点转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定位是给咱的力量做延伸。这个动作真重要，你若学起来，你搬物件嘛较袂伤着腰哦。哦，做这样咧搬物件拢是用腰硬咧做，但是这个动作会当让你顺顺啊，把力传递过去。哦，搬的时阵，腰较袂规个啊，敢若扭着同款。哦，这是咱咧转胯训练。哦，然后多喝颈椎，哦，买当，让你去刺激着。好，摔咧调稳，然后同款，好用手挥过去，然后开始。这一个开转胯，哦，并且开始让你学习手脚并用。然后当我们开始手脚并用啊，想象身体延伸出去，延伸出去。所以其实咱做运动啊，有时阵啊，嘛是咧培养咱的心性，除了让咱更有耐心，咱爱想象咱的身躯啊，按紧绷的状态，会让放松。吼，去延伸每一个动作，咱若有法度啊，动作会当做较大，做较慢，就表示讲哦，咱的身躯啊，无较无遮硬，而且呢，较会当控制，嘛代表你行路嘛会较稳哦。哦，所以这个动作顺顺啊做，慢慢啊做，保持这个稳定，然后脚会转胯。好，刷来开始加强手。然后管由上，好往下，由上往下，好、哦、做这个变化，就让咱屈会落去，马背起来，好、哦、所以呢，咱若是要起床，还是讲要按家所在背起来，拢需要核心的力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吼、哦，你会当按这招去训练，加落去。搁爱起来，这动作就是咱核心的力。然后呢，而且呢，你买当去学习，落去的时阵，脚会较吃力，买当去训练着咱脚的肌力。哦，然后呢，咱的红阿棍，吼、哦，顶管下脚落去快点。哦，你有发现着，这动作啊，即卖已经变成一个全身性了。吼、哦，然后给慢，吼、哦，愈慢愈好。哦，你来这样，这个叫稳定，哦，稳稳啊做，然后连手拢开始，哦，小开，最后放好轻松，来去做一个呼吸，哦，缓和，哦，手脚关节拢放好软，哦，这就是咱轻量型。